打上去了，讯号哟吼！好，欢迎回到我们日本大名第二 part 的直播《圣剑传说》圣号二代啊。We underscore KT 回到中立了 ，KT 上回到中立了，欢迎回家。是晚餐，也是宵夜中。哇，这么劲哦，到现在还吃饭。那就刚好我们可以赶上我们第二趴，超帅的哈！好 ，Secret of Mana，《圣剑传说二代》，这应该是 remake 版本哦，完全重置，完全重置版，第一手立刻瞬间直播，欢迎大家收看日本大公民今天的第二趴，有新的朋友或者旧朋友都欢迎光临哈。新的朋友看到记得要 follow 我们台哦，这一台一天到晚都有新东西哦，马上就有人 follow， 感谢浓浓，谢谢你。哎呀，一天到晚都有新的游戏直播哦，所以有兴趣的赶快 follow 我们台。OK。好 ，remake 的版本不知道如何哦。之前的话 ，NA， 虽然音乐好像蛮大声的，稍微小声一点。OK。之前的话是有出那个 remaster 在 Nintendo Switch 上面哦，因为那个版本我觉得就是收藏而已哦。实际上如果要玩的话，这一款 remake 应该会是不错的选择哦。我觉得音乐声是不是超大哈？会不会太大？哟西 ，OK， 我们先开始好了。音乐音效。哦，音乐声音真的太大，稍微改小一点，70好，按钮，好，中炮声吗？应该中炮声吗？巴拉巴拉巴拉，有，よし。语音还是日文？当然是日文。字体繁体中文大家看得懂，请输入名字，今天不要叫兰迪，叫雅克。好，有戏。OK， 阿姨赶快看哦，搞不好很好玩，你可以买哦。小臂章也是哦，赶快看哦。不是啊，这是重置版的，不一样啊，完全重置版啊 ，3D 的啊，你误会我的意思了，对不对？对啊，就是二代的内容，然后全部重置变成3D 的，重做，这重做的，剧情应该是一样的，对，而且可以三个人玩的，小屁。这个一定要入手，不然你等明天实际上再用八折券去买。可以三个人玩，但是他应该要看关卡前后吧？对啊。可以多人玩，可以多人玩，可以多人玩。对，记得看一下从直播。而且完全中文化，我觉得 OK 啊。時は流れ、歴史は繰り返す。OK。在路中，吼吼吼！哎，みんな、待って！小 B 有看到吗？是3D 的哦。对。等一下看。不要，什么？等一下看，直接看呢、啊？村長にまた怒られるぞ。马上就要关台了，是不是？还没啦。挂个台嘛。挂个台嘛。なんでも
我只有开一个荧幕而已啊。可是幼稚だよな。之前是因为我用我老婆的电脑。Gomoro、哦、说：“跟我讲，跟妈妈，你看到了。嗯”我讲完。我讲完。晚安，晚安。这すごい宝があるんだぜ。晚安，晚安。再叫一声。班长讲话，进来聊天嘛。进来聊天嘛。跟我讲，进来聊天嘛。之后。赶快进来，妈的。话的感觉。干嘛删嘛？有那么气？哦，没有没有没有。对哦，怎么可以这样？派对还有一个位置还可以进来。跟我讲干嘛啊？赶快上来！嗯，学班长。好。Gomoto 说：“哦 ，www。”这个三 D 真的感觉好像有点手游的感觉。有一点，的确是有，搞不好会出那个手游版本。哦哦，不错，哦哦哦哦，开心了，开心了。说三兄弟，呀呼！哎，这个我可以玩啊。这个就是这你一定可以玩的、啊。但是你没朋友啊，这样很尴尬。可以把其他人声音拉大声一点。哦，可以可以可以。Box 20,046,555。说，谁这么浅？不买了，谁这么浅？哎、欸，我要从哪里上去？有点忘记，有个地方可以爬上去，是不是？刚一开始就卡关了，哦，这里对。好，我刚把派对稍微比一调，应该有好一点。小 B 说话一下。啊，干。哦，我看，好，可以。嗯，有一把圣剑，有一把圣剑。我不能往这边走，要从另外一边，要去拔。有。嗯，有。就是，哎，啊，走错了，哎没，走不过去耶，超尴尬的。We underscore KT 说，怎么一开始就卡关了？好像有好一点，大概。哦，跟我讲，跟妈妈。他一直离开，哎、欸，马上又因为撑不住，网路赶快换一下好不好？跟我讲，一直网路一直就是始终撑不住，先无线的吧。哦，跟我讲再次进来了，哎、欸，跟我讲又离开了，耶、欸，赶快换网路了啊！一下离开的，我讲在玩什么？在玩登录跟登出，嗯。你干上不去耶、欸、是要干嘛？我一开始就卡关江不是很丢脸吗？你还记得一开始这个要干嘛吗？过不去、欸、嗯嗯嗯嗯We underscore KT 哦有了有了这边他妈的鹅来鹅去很丢脸靠背哦好过了，过了，过了。行きましょう。先拔剑再说。よし。さ、搞不好再过没多久，这个 iOS 跟 Android 就会出，也不一定，不晓得。你看起来这话题应该是做得出来，手游的话。拔出来了，圣剑！呀哈！哎、哦，跟我讲，公帮我啊，跟我讲，拜拜，马蛋呢？好惨哦！怎么了？这个是新的游戏吗？叫做登录登出 game， 新游戏。跟我们讲，是登录登出游戏。他会玩到几点呢、啊？不知道啊。你刚用 Nobita 进来好了，对啊，用 Nobita 不行吗？成功了吗？成功了，跟我讲成功了，登录成功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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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级了，跟我讲升级 ，Level 三，换网路了啦，烂死了，
连派对聊天都不行，真残念，残念的是。游戏。你可以换有线的、啊。搞不好你用手机的连线还比较顺。没有，我今天打比兔。我的房基本上就是4G也收不到。游戏。看拉比会不会太强了？然后加个讯号放大机子。OK。真的，我想。所以这个攻击有蓄力。拉线还要重新拉。然后看那个台湾还在等新鲜，他妈的操！没办法喽，网路不行喽，网力不够力，没办法喽，实况组也没办法喽。我、靠呗，线。你要蓄力到100砍才可以，不能乱砍的。发现糖果，砍草游戏。你看他地图，他右上角地图还是以前2D 的地图，超帅的。以前的地图拿来当小地图用的，你看。猫车了，可恶！猫车了，加油加油！星光猫车了。风飘的好痛啊、哦。OK 啦。风飘那个兵比较麻烦，他比我们还早打。哇，你这会先败了，好爽啊！拉比兔致命一击，帅气！哎呦，卖拉比兔娃娃呀，好想买！他现在要复刻 是以前就有了。对啊，好像超可爱的。不要小看他的牙齿，他的门牙最大，他的萌点。真我的小猫啊！啊谢。正面直击没办法。小 B 这款应该可以买，小朋友可以一起玩。说拉比兔很像鸡腿。哟西，哎，过去没砍到几下。哦，武器升级了，是哟。小心不要被砍。看你们打就好。的确，他的。噔噔噔。不知道最大还有没有那种宠物系统，我喜欢宠物系统，就是你好，他那个，看一下，哎呦，都宠物系统怎么设计？不知道，好像你可以去培养一只宠物吧，然后就是你如果说没有人跟你一起玩的话，那个你还可以呼唤宠物过来出来帮你打，然后宠物的话大概就是你们看到那些怪物。这只你没有入手吗？任天堂说这只 HD， remake 还是？阿哥今天才15号，实体片今天才发售哦。哦，对哦，实体你要买，你要买实体片是吧？难怪，那 OK 啊，不错，谢谢先看画面啊。小心现在看不到。还不错，换网路了啦，开手机，手机。手机开有了，嗯，超怀念的，很可爱的一款游戏。妈，还蛮够追的。圈圈是跑步，攻击是叉叉。我记得他叫那个糖果 command 应该按哪 ？X。哦有有有有。种植好像两代比较多。为什么不做三代啊？因为他们要慢慢来呀、买了一个主题，他会放背景音乐，有时候还觉得是一个阻碍。去把它换了。设定个人造型，搞不好可以换我的特点衣服，是不是？哦，有这种东西？有啊，莫古力布偶啊。耶、yeah, ，真的完全莫古力的。特点。你是玩《圣剑传说》还是《拜诺菲尔斯》？《圣剑传说》，但是他送一个莫古力布偶装啊！ Team, 你看，说现在啊，你看不到啊，你看不到，残念。好像也是放两代是吗？现在就是莫古力，莫古力套装。
我已经有点被耻笑，耻笑了的感觉。对不起啊，赶快网络换好一点的、啊，残念啦、啊。告白了。真的，太追踪你了。啊，可以换特点是莫古力的衣服。哎呦，这个韩国玩家在给我比较恐怖吗？真的是莫古力。对啊，好可爱啊。他不是还有狮子装还是老虎装？不知道哎、欸，他应该还有其他的衣服，因为他可以设定。嗯。我想买他的那个。有枪哥。我估计买不到，但台版典藏版也出太少了。你是买典藏版有送娃娃那个吗？还是什么？没有啊，他直接跟我讲说那个没货了。啊，那就还是买数位版算了。没有买那个，买那个干嘛？我是看那个娃娃好可爱。哦，被踢耶！我是想要那个画册跟 CD 就是的。哇，画面都不一样哎。对啊，就是变全 3D 了。已经不一样的啊！哎，现在这是应该叫重置版的吧？对啊，这叫重置啊，不是 HD 啊。有那个哦，二代吗？这是 PS 时代的吗？对啊。对啊。哦，突然出现怪物了。马上就打完。呀，铁路！我敢会挡哎！不要挡！啊哈！中招！这应该打不赢了，感觉上是剧情需要。哎呦！我靠！失去意识了！我的天哪、啊！整人啊，道具道具道具，为什么没有道具？好用啊，不行，回来再那个一个。哎呦，慢慢搓，赶着必中嘛，他妈的！啊！大哥，死！大哥，干嘛？你那个是调什么？什么调什么？说话客气一点啊！圆圈圈呢、啊？圆圈圈，圆圈跑步而已啊，干嘛？跟我一个派，干嘛？不是，我在避重了。啊，算了。我等一下问你好了。可以了，你可以玩了，这按钮很单纯的。我、嗯、看来是。武器呢？选道具呢？选道具方块。OK， 干掉了。击破同物，叉叉三角叉叉方块跟圈圈，还有，我现在是用类比移动，是吧？可以啊，你真能玩了、啊，成功了、啊！说 ，Arc， 差不多要 GG， 没有这边剧情需要，所以不会死呀！哈要踢了！别高兴得太早，等一下有的你受了。然后来，拿到圣剑就是不一样。你看现在都有过场了，对，是哟、哦。但是我真的觉得照这样看，应该会出手机版的感觉。没有，他有手机，他有手游版的。已经发了吗？已经有很久了、啊，我记得，不是，好像可以从那个什么手游版，我说那是、那个、那是超人的版本吧，不是这个版本对不对？没有没有没有，前上那个啊，你说《圣剑传说》一代啊，一代我知道啊有啊，那是一代，那是一代，那是一代，我有下嘿，那是一代，嗯，对啊，但是我看这二代应该也会出吧，水哦。出吧，反正阿哥买单。自己买吧，自己付钱，自己买，好不好？自己支持。他买单，你又玩不到。解码。哎呀！
神殿で待っているぞ。什么鬼？好，前往神殿，先换一下衣服啊，有点不习惯。莫古力很可爱，你瞧不起莫古力啊？啊啊啊！你说、啊？没有，我怕我换了莫古力，没有人知道我在玩哪只游戏。对。哎、欸，这是太空战士吗？不是哦，圣剑传说、哦。嗯。前往神殿。Oh my god！ 拔出圣剑，在那个地方那么明显，拔出来还要怪别人，你们有些禁止拔剑。其实是同人游戏啦。其实同人游戏。爹爹爹被赶出村子了，剧情是这样子吗？都已经忘光了，干，就这样被驱逐村庄了，怎么那么衰？谁感冒了记得吃露露、一定是阿姨了，露露要吃露露。日本还有一个叫露露的牌子，真的要被赶出去了，太过分了。打呼的，嗯，小小屁回来是不是？有啥？他根本也回来吧？这么快？这么晚回来应该也要睡觉了吧？睡什么觉？过年了，少睡，不准睡。还没啊，干！多守一天嘛。多少一天？对啊，岁岁平安呢、啊，对吧？是不是？岁岁平安不是用在这边吗？哦，这样子。妈的！你有？是。一泊五ルク的。我住宿还要五块钱，好吧？有点忘记之前超任版本，搞不好这个版本它的圈跟叉是反过来也不一定。跑步要转圈的，有点不太习惯。不过他可以改，所以应该没差。要不要趁现在改一下？我现在有点不习惯。按钮设定。Cobain Kuan 说 ：“Arc 沙西古里安。哦” Cobain Kuan， 我们的小管他爱的起来。小管退起咪得吗？我在直播了，啊，这以前的老同事，我们的小管，口笨嗓，队友的指令，小管 ，Des， 进来聊天啊，进派对啊，你不是有 PS4 吗？塞住了，八个人了，好了，那我出去好了。对对对，你认识的小管，我们的管兄，看看，哦，小 B 也应该认识，小 B 应该认识的。你听我秀，突然现在这个时间，你叫 Cobain 啊？对啊 ，Cobain， Cobain 啥？对啊，也认识啊。Cobain 自己有偷偷的买，他买的那个 PC 游戏都是 Sport 的游戏。说，极限的馆，馆长的馆，嘿对，不是那个馆。以前一个古人叫做管仲，你知道不？以管仲的后代。一个，后来掰不下去了。前往神殿，神殿里都为大炮旅游，应该不是这边。看地图。飞鼠兄说：“真空管的管，真空管的管内就管很多的管呢，好不好？”又是。啊，西伯利。KT 说：“馆长好。”馆长好，哎，就要变成馆长了。馆长来看我台湾的 KP 水之神殿在上面。Cobain Kuan 说：“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嘿，圣剑传说。
我看要对应震动了，被砍到会昏，快醒醒啊！我的天哪、啊，昏太久了。Cobain Cohen 说、哦哦：“我只能陪我女儿玩胖公主。你只能陪你女儿玩胖公主。胖公主也不错啊。干干。我记得最近好像有 出一篇游戏，我应该叫你玩啊。汪达与巨像的那个重制版，那个 Cobain 你可以买来玩玩看哦，高画质，还不错。”明天就去游戏店去问一下，重新那个重温一下之前玩 PS2 那个烂画面的强化版的汪达，不错哦。哎嘘，这游戏没有存档 ，GG 了怎么办？重来吧，不要这样吧。不过关不睡觉。没有这回事。Lee underscore KT 说：“没有这回事。”重新望一下，加马上。Cobain 我扣零啊！有看到手碎的，手你的头啊！手碎啊！手几根啊？手。好，叫人家不要睡觉了。哎，存档点哦，看起来很像哦。不是啊，他是已经，他是瞬移啊。到这边，到这边就没有办法叫出指令了，真的。OK， 阿万是可以设定直接补血。OK， 行走。飞鼠兄说。该来久违的单元了吧？波浪符不破关不关台。没有嘛，那时候不破关不关台，弄到我妈身体搞坏掉。如果还希望我多直播久一点的话，还是要保住我的性命。OK。Cobain Cohen 说，但是食人巨婴破了重玩还有感。食人巨婴破了重玩还有感，我不知道呢，应该是有感啦，我觉得还画面还真的变得很漂亮哎。送你是很便宜啊，不用，应该不用1000块吧？我记得，可以考虑一下、喔。哦，水之女神，出现一个妹了。哦，女主角出来了。是女主角吗？不是吧？不是一个圣，这是一个圣女了。哦，她就是卢卡桑嘛。剩下的圣。哈哈哈。剩下来的圣。耶、yeah, 有中文版的好棒、啊、这完全中文版嗯对啊我还担心他是日文版的没错可以买来玩待ってるぜ調一下语音先ほどもこの知っておるわ水の流れを通して世界中のことが分かるのじゃマナの力が弱まっておるだからその少年なんぞに聖剣が抜かれてしもうたのかもしれんその時コペン我有加你的好友你有看到吗你现在也可以进我们的派对拉赛呀嗯来哟好久不见了对啊接上你的耳麦在你的 PS4 还是你现在只是开电脑 PS4 在你现在是回台中了是不是啊不然你本来就在住台中啊靠北啊都忘了要死那我就从这边先退一下给他进来不会啊没关系啊现在派对有这么满啊要死没关系啊，他应该要照顾女儿，可能也没办法讲话。哎，多大了？女儿现在多大？国小还幼稚园大班，我真的忘了。搞不好国小了。对啊，国小。我也好一阵子没见面了。有想念吗？
走这边。先不能休息一下。没有，他女儿好像不太喜欢我。对，我是被讨厌的大叔啊。对不起。谁叫你长了一副有害样？有戏。他女儿感受到就是无敌的压迫感，所以不想靠近你。哎，这边。在这边没有办法使用武器，好像有点卡卡的。说小三，女儿可以预知危险。说女儿可以预知危险。哎，丢丢丢丢。可杀！我的小三，对你的小三，保护好你的小三哦，要不然会被阿哥叔叔拐走。没错，神秀的圣剑。你还那边没错，你怪叔叔哎，怪叔叔。一日怪叔叔，终身怪叔叔。科贝恩，说我们自己讲。呜，预知危险。呜，嘿丢，干卡关了。第两次搜索啊，一个一个慢慢找。看起来是踩一个门，然后就应该可以过啊，对。预知危险。啊吼呀！何にそんなに怯えておる。聖剣。よし。さあ、祭壇の。恢復聖剣的威力，是吧？成为真正的聖剑勇者。嗯，这不是核桃吗？说，我跟二。在关岛曾遇到龙跟蛇的危险。靠北龙跟蛇危险，不要再提了。我的妈！嗯。来了来了，来敬拜队了，来了来了。要继续爆料吗？可以啊，来了，不用担心了，好不好？靠北。听什么了？听八卦、啊。Yosh。We underscore KT 说，好好。哦，可以存档了。那你看，连 KT 都说好。喂。真的。走过盖亚的肚脐。刚刚那里是可以过吗？嗯没有，这边看来不是要去的目的地。行きましょう。完蛋了，大猪头。セーブもしておくかね。まずはジェマガイアの回復。セーブまずはガイ回復してやる。セーブもしておく。我、嗯、要存档，要按，要按圈圈，很危险，每次都忘记。まずはジェマガイアのです。啊，一秀。你乖。这同一个位置嘛。盖亚的肚脐是什么？就是你的肚脐呀、啊。打你大哦！哦吼！科贝库恩说：“看 ，donate 多少报多少。”看董内包多少段，打开了。哇，董内多一点好了，多我再多报一点好了。哎，科贝恩说钱 ，OK。打字超慢，打字超慢进派对聊了，会不会进派对？不会。
PS 功能都不会用的。说内行的，内行的，内行的，真的厉害。内行的都知道动念这件事情，死鬼呢！你干妈现在不知道去哪里了，超尴尬的。什么叫盖亚的肚脐？游戏系统里面有没有跟你讲任务啊？他这边没有办法进任务哎，对，没有办法进主选单的。就战斗这边就开始就是进入战斗的 UI， 就是正常我们以前在玩那个圣剑传说的 UI。没有提醒，长枪有两个武器。先走出去好了。你看，我不是选长枪了吗？哦，有，我真的有。Cobain Cohen 说：“我去进我的德夫派对了。”去进你的德夫派对了，好，很好。说：“啊，动动吧。”改天约吃饭。好，改天跟你约吃饭。初四就可以来约吃饭了。初四日本大有名的那个聚会，没有？没呀、啊。哎，初四就可以直接约。突然来到一个，然后那天就变村庄，那天就会变成爆料大会。说金鸡拜，金鸡拜，嘿，靠腰。哦，卖道具的。買物。我卖蛮多东西的。因为刚刚的 UI 就完全无效了，他现在就回到都是这个 UI， 了好奇怪啊！对，等一下，噔噔噔，确定。哦，靠呗，上下左右，原来是这样。指定攻击目标，检视状态，剧情概要。盖亚肚脐的洞窟 ，OK， 但是盖亚肚脐的洞窟里都有魔贡。这翻译真有点微妙。嗯。这是道具店，这一间的话。噔噔噔噔噔噔。我刚走过来的路好像会不会是另外一边呢？等一下，这个大蘑菇要很小心。嘿，旋转攻击会很痛。潘朵拉王国。担心说，如果还是在神殿里头，我就尴尬了。对，我就在那边瞎晃，有没有？世界地图，物具，下一次升级。潘朵拉必须先达到铁人、矮人、铁匠八重铸圣剑。我觉得我在上面的感觉。
我讲，赶快帮我翻一下攻略。啊！阿布奈尤，哼！哎，去干！嘟嘟嘟嘟嘟。盖亚的肚脐，行。小兵，你之前有玩圣剑吗？还记得吗？小兵已经离开了，照顾小朋友去了。哎呦，感谢，好不赖。什么？你叫我？对啊，他说要去一个盖亚的肚脐的洞窟，你知道在哪里？你有印象吗？很少忘了。你不是有买重置版吗？多久的事？上次玩这个是几岁啊？真的忘记了，那时候玩的那么嗨，长大反而妈路痴。绕道士。说，还有人越来越多了。哦，人越来越多哦，感谢大家收看哦。哎呦，吃 ，nice。摇摇的，我这四个卢比。有下，但是现在在看实况组在那边迷路。盖亚的肚脐快出来！我已经快到潘朵拉王国去了。他说：“怎样？你那个女，就是、那個、神殿里面的、喔、叫卢卡的，对 对, 對，神殿里面。然后你那个玛纳之剑跟玛纳有共鸣了吗？对。然后呢，他说要去盖亚的肚脐。他出了，他说出了水之神殿后，往庞多拉城的方向。哦，有，我现在往潘朵拉城了，我已经在潘朵拉城了。”所以我走对了吗？对 ，OK。对，然后他好像那个那些怪物会把男主角就是抓走，然后好像要把他举来吃，就会出现的女主角，他会解救你。好，等一下哦。我还他原地不会补血，好硬哦。然后这个是当初还没有重置版的攻略，应该会是一样的了，原则上。应该是一样的、啊，对啊。那些应该不用改了。对啊。对啊，改的。改的也没有。我这身上好大、啊。被怪物抓走。还没。敢武器店老板不卖我东西。因为是招来厄运的男主角，也就是这次那个勇者斗恶龙。勇者斗恶龙。那这次不是什么恶魔之子吗？先绕绕村庄。瞧。爸爸妈妈怎么了？一言不语耶，这个村庄很不友善哦，拢白恭维哦，一定是遇到什么不好的代志。这就是你来啊，带衰了对吧？啊 fucker， 真的，一言不语耶，气话太混了吧？讲两句话嘛，嗯哼，这样子也可以啊，哼，或是呼啊。干还是要付钱，因为你不是勇者。妈的，真不友善。说睡个觉还要钱。村庄的人也预知危险。
哦，露西，我大丈夫。他这角色拉的模还不错，蛮可爱的。喂？PS4 我吗？对啊，明天一万多块，元気が出た。哈哈，冗談ですよ、ルカ様。楽しみ。我的是厚积啊，我的不是薄积啊。HP 回复 ，nice。存档游戏，存一下。对，好，睡饱了，马上就要来去战斗了。那个，我载了低速来玩了，一个口型体正直的概念。骗了说呢？这好不是我要讲。骗了说呢？他对新手超不友，不是的。不是。真女生，真女生，哦、对啊。我们之前不是讲说他还蛮烂的吗？系统什么的？这边都一言不语。他真的是，他真的超不友善的。没有耐心玩下去。一言不语。没有耐心玩下去，是因为他是可以跟恶魔做交涉，然后让他加入你的队。We underscore KT。他没有说哎、欸。Panasonic Two。Panasonic Two 不是 Panasonic。Persona。但是这不是他在讲的是新女神转身不一样，真女神转身。真女神转身啊！新女神转身。新女神。什么啊？我已经混，连续直播我已经一整个已经混乱了，原谅我。不行，那不可原谅。有的是的，那就是进城进城。杀了我吧，超不会玩弄游戏的。我先去睡觉，好累哦。这么快就睡哦？好，小 B 晚安的，拜拜。小年夜快乐哦。哎嗨。为什么会有明信片？哇，好复杂、啊。Lee underscore KT 说晚安 ，Peace and。哦，找到女主角哎，出现了，跟我们讲。爸爸的巴卡。二 P 角色，好可爱哦，干被踢了。困りますな。今回の話はなかったことにしてもらいますぞ。何？女主角出来了，对吧？困った息子。幼い頃に母を亡くし、男で一つで育てたせいか、わがままに大家都想着圆圆。母がいないため、辛苦了。说，大家晚安啦。小臂上晚安。晚安。晚安。啊干！被打，不小心，不小心踢到线。哎呦 ！OK， 差点放纵事故，已经放纵事故了。就是。感觉大麦克这个东西还可以打翻，然后在那。没有，刚刚突然讯号。OK， 我来了。この国の様子を見てきただろう。魔女エリニースが何のためかは分からぬが、町の人々の正気を抜いているようだ。魔女に正気を抜かれた人々は町の南の遺跡に移動か。私は遺跡に潜入し調べてみようと。お前はガイアの急げ急げ。え、じゃあ叫我去盖亚的肚脐，盖肚脐到位。国王。玩这个游戏要看攻略，其实不用了，我只是顺着走而已，也没有那么难。
村を追い出されたの。でも、我相信阿哥可以的。今ではこんな状態、あなたをすぐに出した方が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公母ちゃん、帮我找公母ちゃん、帮我找公寓。然后应该找那个二 P 女主角。ここは国宝の部屋。宝库不能进去。ここは王様。不错啊，蛮有诚意的，几乎 AI 每一次都会讲话，真的。虽然说讲那是废话，这样。这是国王的房间。我们在。东西，来去找公主了。城有点大哈，得盖，就是得盖。是八卦王哎，我想知道哦。什么八卦？就是一些扣圈的八卦。扣圈 OK， 没兴趣。公主遭遇斗鱼，跟我讲攻略看一下。突然遇到了公主，我刚才以为想说公主，想说还是他去神殿。我刚刚在二 P， 二 P 的那个女角刚出现了，应该就是去神殿了吧？去晃晃看。反正你已经找到了救你出来那个女生角色嘛，哈。救我出来？没有啊。哎，我这边还是一言不语哦，应该不是这里。我要出村就对了。啊，反正你已经找到女主角了嘛，对不对？就是他看到他，然后他就对老爸，你不要理我，不想理你了，然后就冲出去，然后呢，出村，对不对？对，应该是出村吧。吉波村啊，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吉波村啊？一个村庄，然后到旅馆睡个觉，然后再前往盖亚基地，这是他小啊。旅馆，刚刚去过了。刚刚去过了，然后所以你要去盖亚基地啦。盖亚基地离都远，可是他没有加入我伙伴呢，他还不会是不是？目前还不会加入伙伴。你说谁？女主角？女主角会啊。先晃一下。他没有加入进去吗？他刚刚生气的逃走了。那你就跟着他走吧。等一下。Lee underscore KT 说，攻略协会加入。攻略协会加入 ，OK。对啊。所以我要先出去，是不是？出去看看啦，应该是，搞不好会加入。应该中间就突然出现了，出现吧？干没有，他妈的！混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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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天哪！Lee underscore KT 说，对，本来会加入的。看到阿克的脸反悔了，看到我的脸反悔了，很好。
来，我们看一下剧情提示。对啊，还是要去盖了肚脐。我们在被盖了肚脐，盖了肚脐的都位哈。你不要。是妖精妖那个妖魔森林还是妖精森林的附近？嗯。然后它基本上好像那个都会有路标，你要找路标看看到底往。对，是在潘朵拉王国之下吗？那之下会到一个神殿呢、欸，然后那个人都不跟我讲话。神殿，他是在森林的另外一边。森林的另外一边，所以应该是要往左走嘛。看一下哦，我刚刚城堡要出来嘛，他没有升着。攻略有没有写的生着气逃出去，然后再干嘛嘛？没有，公主生气的跑走了，这样之类的。有，你还没有打，应该没有打过什么 BOSS。没有，哎、欸，这边有路，这边有路，看到一条路，超不明显的。干，他是什么？该不会是这里？烂攻略啊！好，看到一条路了，搞不好就是这边了。哦吼！如果二 P 可以玩的话，等一下用 Share Play 看能不能。跟我们讲啊，跟我们讲网路不行啊。我们讲你换一下网路好不好？哎呦！啊，ガイアの子。二线。哦，升等级到四了，是哟。他说这边目标等级五到六，所以我建议你还是就是再升个一级。应该会打起来会比较轻松。真的。嗯。哎呦，看那很恐怖。哎呦。这边好没路。为什么以前的攻略都写的这么简单呢、啊？哇靠！以前攻略就跟你说，往左走，往上走，往北方走，对啊。对。以前的嘛，都是这样啊。哎呦！他就是你现在找到盖亚的肚脐了吗？还没。你现在在走另外一个，搞不好就是往这边的路。我刚刚看侧边有一条小路可以走，看那个不仔细看，真的会不知道有一条路。因为他的话好像，他的地说就是左边是往吉坡村，上面往盖亚的肚脐，下面往那个帕多拉帕多拉王国。他应该在某个森林。盖尔肚脐在上面，这个。哦，我现在走到这地方，不知道是哪里。帕多拉王国的左边，他要写是什么吗？没有，帕多拉王国的上面。但现在是往左边走，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绕过去，是吧？蛮长的，而且这边都没有路标，超诡异的。真假的？哦，有路标了。看到。盖亚的肚脐在上面，哈哈，走对了。耶。他要往那个地方绕啊。继续。恭喜。
我要跳砍了，我可是升了级了。我要跳八股吗？哟特，十四个卢克 ，Let's go， 盖亚的斗气。Lee underscore KT 说：“可是女主角到底有没有加入？”现在还没有加入哎，不知道，他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靠背。哦。他要写生气的逃走了吗？没有哎、欸，日本攻略说他 后面还是直接会加进来，所以应该还没那么快。对，嗯，哦、跳砍。炸弹，捡到一些烂东西啊！哎呦 ，Lee underscore KT 说，角色模组改过后，该不会连剧情也改了？哦，原来这女生有工业拍护照。不是，我怎么这么强？砍半天砍不死。OK。没办法。盖亚的肚脐在下雨，妖魔森林跟盖亚的肚脐，还是去盖亚的肚脐啊？做蛮扎实的，地图还设计的有模有样哦。感觉中毒了，靠北。可以，干绕回来了，是不是走错了？走上去是不是，这膝盖蛮死的。哎，嗯 ，OK， 走上一层。我是走，我现在是把骨回来的，入痴呢，白单哦。下去。不对呢。再下去。你现在没有女主角那呢？为什么人家就有女主角，你没有女主角？干，我怎么知道啊？超诡异的。而且我一直在那边倒，我在那边鬼打墙。Lee underscore KT， 还是先去妖魔的什么的？先补血。补血一下。啊，女主角叫什么名字啊？我怎么知呢？被记啊。哎。啊。结果，结果，结果。好，
唐仔盖亚的肚脐。先去睡好嘞，大家晚安。好，你跟上晚安。对，他应该从那个方朵拉王国的时候就应该会加进来，你有没有加？他跑走了。红酒说：“靠背哦。”唐仔晚安。We underscore KT 说：“唐仔晚安。”有啊，我跟国王说话，然后他就说：“小女不才，混账东西。”这样子啊。然后他就叫你去盖亚的那个肚脐啊，对啊，对啊。对。We underscore KT 说：“然后我现在已经在盖亚的肚脐了。”我也觉得是因为长相。靠背哦。一个人，请不要做人身攻击，好不好？We underscore KT 说引发了 bug， 没有，一看就知道他刚傲娇逃走了。等一下一定会出现的，我深信，好不好？他只是不好意思而已，因为太帅了，因为我太帅了，所以他不好意思跑掉了这样。有事。红酒说：“问好。”发呆了，中招了，睡着了。喂！哇！真的会有改变吗？等一下，为什么剧情会跟当初的不一样？一直听到打呼的声音呢。这游戏有一个 NPC 在打呼。哦，原来是有怪物在打，怪物在打呼，很好笑。又中了，看，爽！我蝙蝠超难打，是啊。こらよっと。冰棒球，一定有出了什么问题？什么东西啊？应该是瀑布的水掉下来的声音，是干掉的声音。真的耶，岩浆不见了。怎么了？什么？他有两个路线。嗯？你要去救女主角吗？果然是选到边缘人路线了。没办法。勇者总是孤单的，好不好？可是你如果不去帮他的话，他之后会退队哦。没有这种设定吧？对。我不知道，因为他好像他其实上有手游的那个重置版。所以要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找他哦，还是怎样？对，他说你要往左边出城后到大草原，然后经过环形草原再上去，会到达魔女之森的路口。是妖怪什么的吗？妖怪森林吗？妖魔森林 是不是？因为我刚有看到。不对啊！等一下，等一下，攻略怎么那么乱呢、啊？对啊，有够乱的呢！你没有加进来那一个地方就很乱了呢。怎么会这样？
我这迷宫有打的呢，出乎意料之外，真的。走到我已经迷路了。哦，真的。结果，救鬼了，干！没路下去，哦，一堆路欸，干，这个一般人不会迷路，有鬼，水哦，应该是重要的器官，补血一下好了，快死了，好恐怖。跳下去，不是啊，突然炸出一个洞，就跳不下去。你有走，然后你有走，我走吗？哎呦，什么一双爆音？哎，我听到一个好可爱的音乐。哎，找到矮人族了，对不对？对，矮人村。你要走到二楼哦。根本不知道是几楼了。没有说你刚才那个有走到二楼去吗？嗯啊哈，什么的二楼？就是你刚刚就是遇到那个女主角，你有在上去往那个楼吗？顶楼哦，应该是有啊。他会跟你搭话，我记得我都聊了，都聊了，他就自己走。他没有跟你讲说，就是他之前救过你，到你帮他了，所以到魔女的洞穴去救某一个人。哇塞，他就很生气的门一踹，然后就说走开，然后就不见了。对，从此就遇不到他了。就我到现在已经跑到打那个多瓦谷了。我都已经跑到这里来了，单枪匹马的。所以我还是要回到那个城就对了，很遥远呢，超遥远。后来没有在城堡里面找到女主角吗？好吧，我再回去找一下好了，虽然很遥远，而且我不知道回不回得去，他没有瞬间移动这个功能。还没有，你还没有拿到一只宝龙，没办法飞。什么都没有，不知不觉已经往后面截了，完全不需要女主角的感觉。不行啊，你没有女主角会打起来很痛。有一点，而且有点孤单。对啊。Lee_KT 说。所以你还是回城堡去好了。好，回去看看，但是回不回得去？这路超复杂。
看，还捡到一个宝箱。跟女神转身比较。发现魔法神。我要讲，他的交涉系统他妈超机车的，哎，还不是说就是你打到快没血的时候，他才会跟你讲话。但他一开始是，然后要跟你讲话。Lee underscore KT 说：“我觉得你愈走愈远。”Lee underscore KT 说：“魔法绳是不是传送回村庄用的？”应该不是，但是它可以连接到走到另外一个点，就是有个木桩，我猜是不是那个可以用？不然。走出来，我倒走得很快，绕一绕就绕出来了，超屌。然后，我总觉得我走回村庄以后，应该还是找不到那个妹，好像怪怪的。是城堡，不是村庄哦，是城堡。它是城堡啊，我刚刚有绕一圈呢。绕了一圈还是不理我。他是那个啊。你看我这边有个，哎呦，看，他有个妖魔之身，那个不是哦。先不去那边，我觉得先现在最主要是把你这个包进来。对。因为感觉你刚才那个地方打完了，应该也不会有任何剧情。妖魔的，跟我讲话啊！你们这群王八蛋！嗯嗯嗯。Lee underscore KT 说：“同意，没妹子没观众，没妹子没观众，没妹子没观众，对。”哦、好远哦！刚刚怎么绕了？超厉害！难怪他当初这个游戏发售的时候还会再附一张地图，怕大家迷路。对啊，你在介绍。好，我走回村了。好遥远的路啊！不是村庄哦，是城堡哦。好啦，上去给你看，就是没有了，好像就是没有。他在哪一楼？二楼还是在外面？哇，他是写二楼。顶楼没人，试试看。里面的二楼。房间呢？那他不让我去，在另外一边去。如果没有，就是没有。嗯。噔噔噔。他刚从这间跑出去，所以不可能在这间。对啊。刚才撞到女主角的地方呢？没有啊，就刚进去了。他都已经撞出去，应该就不会回去了。有没有？我没有胡乱你们。
那你要不要循着他的脚步追出去看看，看他会往哪里跑？我怎么知道他要往哪里跑？说，然后女主角往下跑了。对，往下跑，然后这跑出去，他也不知道往哪里跑啊。说我不爽了，我就是不加入你怎么样？最近哇，改过了哈，可能有改过。对啊，怎么会这样？绝对是改过了。知ってる？对啊，应该就是没有 loss 掉。嘿嘿，跟我讲到底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嘞，有没有？没有跟你胡乱的。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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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因为叫我找攻略的人是你呢。没有啦，我是说开发团队或许觉得想改一下那个出现的时间点。哦，这边乱改。对，有可能。全部都一模一样，不好玩，是不是？对啊，这些人都讲废话。嗯。哎西，人家说叫你去盖尔的肚脐，就是去盖尔的肚脐，听不懂了。男的，可啥？哦，真的没有，真的没有吗？よし。而且一字都不提哦，那个女的到底是，好像大家都不认识她一样。还是她会在某一间店里头？看起来好像都不在。Lee_KT 说。好吧，那就照剧情提示吧。噔噔，嗯，欸，有个可爱的妹，我爸讲了，嗯，但是不是那个女的。应该就是没有，好吧？那我们就去，还是前往盖亚的斗宅吧。盖亚的肚脐是这么的重要，重要连女角都不需要了，好不好？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没有，刚刚那个妖魔之身，我觉得可以晃过去晃一下，看他会不会出现。游戏重新制作到剧情也变掉。真是有诚意，真是有诚意，整个剧情都不一样啊。应该不会不一样，但是某些点呢会稍微换一下，对，我猜的。连同伴都不见了。没有，只是出现点可能不同，我猜，好不好？我帮开发团队这么猜。出现的时候，女主角是 BOSS， 也有可能哦。是快速的奔回刚刚的点。哎呦，哎，这边齐波村，还是齐波村晃一下，又一个村了。那村很多呢。齐波村是个小村庄。说，原来是圣剑传说日和。圣剑传说日和，搞笑的对不对？瓦西诺伊，来四处晃一晃。
Lee underscore KT 说，齐波村按照以前剧情是找到女角才来的，好吧，我们还是前往妖那个好了，下面肚脐盖亚的斗宅，我们还是乖乖的听他的指导好了。这个要怎么绕 ？Lee underscore KT 说：“赌棋，赌棋。”哦，咻咻咻咻！哎呦，干，谢，快死了！等他补血还要被人家打呢，很可怕。要毒我！干，中毒了，贱人！贱人！贱人！回来了！我刚打开了一个机关，那不知道通往哪里的，也有点困惑。应该也是一线道啊，所以应该不难找。只是怕我找到王的时候，刚好我就被打死了，然后就狙狙，狙狙，狙狙。是宝物，好，我大概知道路。照刚刚应该是走到矮人村，要做什么事情？Underscore KT 说：“这边已经算赌齐了吗？”好像是。来，我们来看一下任务目标。来到妖精的肚脐要干什么？来到妖精的肚脐，矮人帮他重新锻造圣剑。OK， 要其实要锻造圣剑了，很重要的。所以我走对了。只要找人帮我铸剑，铸剑的话是铸剑师这边，应该是这位大师，没错，就是你的。100，要花100块，贱人，好吧。哦，铸剑了，铸剑了。哦，变新的嘞！哇靠，这种长得不太一样啊。因为他是圣剑呢。这圣剑怎么长得这么像？有点普通的感觉呢。是不是西洋剑吗？还有斧头味。所以圣剑有好几把，是不是？那三个角色各有一把，是不是？好，我已经拿到圣剑了，对，已经更新我的圣剑了。安全起见，来睡个觉好了。这钱也不难赚的，15块花了啦。Lee underscore KT 说：“斧头是给谁用的？”
欸，其实我这一代早就忘光光了，欸，我不知道。 OK， Lee underscore KT 本档完成，说离开前再去找一次铁匠看看。噔噔噔噔噔噔噔，铁匠应该只会讲同样的话，斧头还没好啊。对，只有这样而已。对，噔噔噔噔噔。Lee underscore KT 说 ，OK。矮人村。Lee underscore KT 圣剑已经搞定了，接下来再开一次任务目标吧。噔噔噔噔噔。铁矮人铁匠墓这种中心线，同时雅克为了更详细讲，寻找矮人的长老。矮人长老你到位了喂？矮人长老是在村子里头吗？刚刚我每个人应该都跟他讲话，是躲起来了吗？再确认一次好了。这里。长老，长老弟弟都位。耶，找到了！等一下，他居然说了一些很没有用的东西，太令人失望了。啊，走另外一边跟他讲话，还是总觉得好像是这样。还有一头。Lee underscore KT 说：“隔壁的杂甩表演。”哦，有了有了。嗨，いらっしゃい。杂耍手。我家蛋了。56で見れるよ。好了，看了。还要花钱给他看杂耍，真讨厌！这游戏一直在付钱呢。好了，拉比欧，一个使用者付费的概念。没错。哎，这个妖精。好了，付100块了。哎，这不是第三个角色吗？付了钱还不赶快加入我？干，付了钱就这样嘞，他就张 Q 就走了哎。喂，成为我的伙伴呐，第三位小。有了有了。干好贱啊！他妈的，原来是妈出千被我抓到了哦！干，把他盖亚洛。还钱 ，OK， 还钱就对了。Lee underscore KT。这样不加入伙伴，有一种被剥皮的感觉。不用道歉啦，加入我的伙伴就好啦，不加入就是不加入啊！这边他妈的都是全部都傲娇就对了。好，任务目标来看一下，下一个目标，找到长老了，只会抱歉而已。我离开以后会不会就加入我了？并没有。哦，大家都不想加入阿哥的队伍，对，好可怜。聊一聊，然后出老千完以后，就跟我道个歉，然后就算了这样。对呀，啊，刚才那个也是踹你一脚，人就跑了。你到底是跟里面的角色结什么怨呢，啊？对，欸，王了，突然出现王了，莫名其妙出现一只王。
噔噔噔噔，这游戏是一个人过关吗？我靠，我怎么出现 Pumpkin 呢？哦，好死不死，为什么出现这种奇怪的时机点出现王呢？哎呦，哎呀，难不倒我！啊干，可恶，贪刀！贪刀王啊！我出现了，奇怪。哦，闪掉一只触手。我干！先补血。OK。Yes。逃掉了，逃掉了。Lee underscore KT， 小心打还是会过。你要死了，我撑得住。你这种时间你突然出现魔王，那我有点讶异的。小心应对啊！小心应对。啊！现贪刀，噔噔噔噔噔，可以到皮到底多硬，砍很多刀不死。好，有了，升级了，击破大菠萝魔王。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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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有事，成功了。获得长枪哦，新的武器是。Lee underscore KT 说哦 ，Diablo， 结果我是先加入这个伙伴哦，不会吧，完全不一样。Lee underscore KT 说，这只先呢 ，Diablo， 好可爱哦，这个小时候就超喜欢这个角色的。有谁？本当は素直な子なんじゃが。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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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殿は埋もれていた間にモンスターだらけになっとるぞ。おお。バドを倒した旅の方。当然愿意啊！终于加入第一个伙伴了。是跟那个时候不一样吗？为什么是他先加入？你玩的超奇怪的、啊。有没有？是。よし。なんとありがたい。好了，我多了二 P 了。哎、欸，怎么不走？你为何不跟我走？要帮他取名字，像叫波波一耶，好吧，就叫波波一好，不要改。波波一加入了队伍，
我终于有一只角色了。那怎么样才能双打呢？你们得先去请艾琳协助封印。哦，到妖魔森林，终于有同伴了，获得波龙的弓箭呀！所以吧，瓦兹が探しておったよ。有心，瓦兹要找我了。又多了一个小伙伴了耶！有没有操控说双打怎么样用？波波衣，他也可以穿莫古里衣耶。噔噔噔，还是用布美啦。好，先过去。このブーメランは？对啊。やっぱりこのハンマーで鍛えてもこの斧は特別。この斧を買って。好了，100块花了啦。可以敲破是不是？哇！进出地面就封，简单的，这是捷径哈。哎，干，一个猫咪伤的。尼基塔。存档。按错了，它按钮有点不习惯。等一下，好，糖果已经零一个了，买一下 U 比，至少买个三颗。拉比兔帽，它可以用。头巾，买一下好了。防具买一下，不玩。いらないです。好。换另外一个角色装了，哦，切换角色是三角形靠背，头罩拉比帽，Lee underscore KT， 哎，头罩为什么戴上去以后都不见了？起来，对啊，该不会是刚把它丢了吧？明明买的。而且我也装了，为什么不见了？太神奇了！该不会是我刚按到丢到垃圾桶吧？干！哎嘿，尴尬了，垃圾桶的图案。妈的，做的不好哦，会让人家有误会的意思。干，我要多花一次钱呢。头巾，马上就穷掉了，有没有？太好笑了，不好笑，超穷的。
干，真是猫咪真的太缺钱，贱人。哦。先点到垃圾桶再去点它，难怪会丢掉。妈的，被剥皮了！谁？妈的 fuck！ 没关系，给他赚，妈的，超闷。他也没有赚。好了好了，干退钱了，妈的嘞，贱！女主角没加入，还。丢了一个道具，对啊，还花了200多。对哦，可以读取啊。我先买发带啊，应该会用得到。我觉得手抽没有啊，衰。哦，原来这有秘密通道出来，很好。这什么妖魔之身哟？我走错了，对不起。哎，干，又迷路了。喂，我刚被人绕路绕不过去，干 shit man， 快攻击啊 ！OK， 这要往外绕的话。喂，妖魔森林、欸、所以它跟原来剧情不太一样是不是。KT 说我记得在左上角，那为什么是来不同只啊？刚刚那个女角还是你们是就是这一只吗？还是是？不是，是女主美少女那个、啊。对啊，不太一样了。踹你一脚那个。对，他踹我一脚以后就自己就离开了，就不知道跑哪去了。怪哦。Lee underscore KT 说：“目前看起来剧情真的有变，不管是日文的还是中文的，他就是跟你，就是好像在第二次遇到他的时候，他会跟你讲话，然后讲完以后，他就说 ：‘Lee underscore KT 说，既然我还是按照任务目标走吧，所以你要带我去哪里，然后帮我去救什么东西，没有，然后他就会直接加进来。”那完全没有啊，所以踹你一脚就什么都没了。对，踹你一脚就什么都没了，好恐怖哦！来看一下任务目标，雅克从铁匠瓦兹手中获得一把能够击碎石头的大斧头，从矮人然后建妖魔之身中的魔女城堡。对啊，他的故事剧情一直。导向就是这个家伙继续打这样，对。说了，我记得他有提到可以三个人一起玩嘛，所以。明显呢。对啊，但是我用 share play 来讲话，应该也可以代表另一只手。但应该说 share play 能够看画面嘛，应该是这样试才对。我想试试看。等一下，攻击目标检视。
哇塞，应该是要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想先存档啊。この先は女の子が。いらっしゃいだす。どこ行く？どこでも五十。水之神殿，先回潘鲁。潘鲁啦。等下瞬间移动还是那个大炮哎、欸，这是传送。这个有印象。嘣。Lee underscore KT 说：“最近的存档点在哪？”不用，直接就回来了。噔噔噔。おまんの。あった。干。一定要睡觉才可以存档的，太缺了吧！本机不能存档吗？等一下，设定队友行动。存档就存档。我们呢？对啊，玩的流程怎么跟他不太一样哦？我印象中应该这是第三只才会找到，为什么马上就去找第三只？对呀、啊，这回忆。这个牙败呢？好，我先回到标题，等一下。那游戏好像有自动存档的功能。Lee underscore KT 说：“你可能买到有瑕疵的版本。欸”最好是我买到有瑕疵的版本。阿姨，你现在有在线上吗？你在睡觉吗？有啊，有啊。我开 Share Play， 然后你看能不能进来。等一下哦。哦，等一下。等一下。我们讲本来想找你，但是你应该撑不住了。よし。よし。嗯。先上。因为差不多两点了，试一下你们操控。噔。巴巴巴有吗？没有，不能连看你画面都不能看。以暂停录影游玩呢？暂停哎，他写什么？等一下哦。对啊，还是所在的国家地区会提供主办啊，我知道了。的游戏应该是，可能要到明天了、啊。说，有可能要到明天，因为他刚开，他可能还有一些功能还没有那么快用。NAT3 还是先锁着。对，没关系，那我用。你明天再试试看就好了啊。我用另一只手把试试看啊。欸，可以耶，
直接就可以了。我要两只手把，可以控制，所以直接就可以用了。左手跟右手玩，左手跟右手玩，没有人呐、啊、嘛，我需要另外一位伙伴哦。可以了，是可以的。可能要明天试了。对，要明天，因为刚上，应该刚上架的话，区域限制可能还没有开，有开以后才知道，应该是可以。应该都没有差了，都可以。日文哦、喔，日文又要日藏还行吧？不晓得，要看他有没有做全球。如果是同一个版本就没差。对，可以耶。好可怜哦。对，一个人玩两只。不会的，这时候再找阿克草来玩就可以了。对啊。对啊。来插一个伙伴那样，所以确定单机的确是可以多人玩，那应该最多是三个人吧。哦，好冷，打喷嚏了。我人在公里拍位。我懂。红酒，我来试看看我可不可以。好啊，快。好吧，快快什么？快疯了，我是。难道我的跟你不同吗？不知道。跟我们讲，跟我们讲，应该也是不行，我猜。您所在的区域应该也是不行，对不对？他直接跟我讲说连线不行呀、啊。哦，那没办法，没救。连线不行哦、喔。没有，还在跑。你是用日文版吗？哎、欸，对，跟那个跟阿姨一样。一样哦、喔，应该还没开放吧？对。对啊。该烂死。噔噔噔，哟西，哦，反正就是直接用二 P 的话，就直接可以操控了。所以现在又是单机的状况 ，OK。好吧，现在两点了，我就先直播到这边好了。《圣剑传说》麻辣二还不错玩，但是我不知道剧情跟之前的攻略不太一样，等一下我要去查一下。为什么我先找到的是这一只？我的印象中好像不是这一只先找到，还是这只比较自由，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要去找呢？令人匪夷所思。OK， 还是他要改一下，我满载。总之，我觉得这个 remake 做的还算还不错，然后啊 ，3D 还有过场跟配音其实都有到位、嗯、目前给予的分数大概是80分哦。嗯，推荐大家可以去下载，如果你有玩过。这个《圣剑传说二》的朋友，或是没玩过的话，更好、哦、就是一款新的游戏这样。对，那之后的话，会不会有平台出在 iOS 或 Android 这个不晓得，不过我觉得机会应该蛮高的。对，因为他看他的 quality 品质 ，3D 跟贴图来讲，没有说做的非常高啦、哦、但是有到他原来的原作的那个味道是有做出来的。嗯 ，OK，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好。哦、我们今天的日本大名直播，这是第几 part 了？我已经忘记了，第二 part 是《圣剑传说二》第一手直播的讯息就先接到这边。明天的话呢，如果有时间，我、到时候再跟大家来直播一些新的游戏，或者是圣剑传说都可以哦。说、嗯、晚安啦、啊。好，这个小年夜过了哈、哦，先跟大家这个祝大家新年愉快哈、哦。明天的话是除夕夜，可能白天的话或许有机会会直播，但是晚上应该回去吃年夜饭。所以直播的时间可能会是晚傍晚10点或11点过后了，可能比较晚一点哦。那如果各位这个还有时间可以看台的话，请大家多多这个收看我们的那个 Twitch 的直播喽。嗯，好，我们是日本大名，这个希望大家可以 follow 我的台 ，OK？OK，、okay? okay, 好，晚安晚安，那就这样子啊，先晚安啦、啊，早点休息哦。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是日本大名直播，下次见，拜拜。我是米德斯，红酒说，拜拜，谢谢阿克，大家不客气，大家晚安，拜拜，嘿嘿。